智障不会啦，智障我刚刚就已经打到王关王二了、欸，临时打到王二、欸，只是我不小心削到木竹，才没过。怎么会暴气呢？你当我是百姓是不是？可以过，好，第二关，阿克雅唯一麻烦的就王一王二啦，大概王一王二。我看一下，原来是你们有没有人看过《绝命毒师》啊？特哥叫我去看《绝命毒师》，他说那很好看，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他跟《权力游戏》比，哪个比较好看？快没那个了呢，我没新珠了啦，这边只能开这个技能了，不然我会死。算还不错，他那个吗？绝命毒师是已经结束了吗？就是已经完结了吗？还是说还在还没结束？神剧真的假的？有那么夸张哦？他是已经完结篇了吗？还是还没？结束很久，好，有几季啊？有几季啊？绝命游戏是什么啊？我只听过权力游戏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神光拳加这个。加这个光暗间距，看一下啊，五 G 啊。好，16集也太久了吧？16集真的好久。我都去哪里看？我都网络上找的啊，不然哪边可以看正版的？跟我讲，哪边可以看正版的？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做全体攻击嘛，对。酷波，这个转注时间真的舒服，这个是舒服。
Netflix 哦 ，Netflix 有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女友有那个会员啊，我都会在那边看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还要抽那个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抽那个，哎，那个什么买卡还有还差30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抽20个，然后最后再抽10个，好不好？买卡，买卡，买卡150点，好，然后份数是20份，好，开始，然后一定要追踪才可以抽哦，哈。追随抽 my car， 追随抽 my car 开始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还没。追随抽 my， 追随抽 my car。OK， 开始。这边的话，我想一下、喔，直接打就好了。好，再来再抽出20位，再抽出20位，刚刚已经抽20个了嘛，再抽20个。再抽20个，哦，这边可能要打比较久一点，因为这边刚好被克数，他这只是血量很高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打两倍的血量。这只血量8000多万嘛，所以我们等于是要打多少？1亿6000万。要追随才可以抽哦，好，记得追随，追随系统才抽得到你哦。然后抽到的话呢，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信箱。我说的是 No Life 的信箱哦，不是什么 Gmail 哦，不是什么 Hotmail 哦，不是什么 Yahoo 哦。要注意这个 No Life 的信箱哦 ，OK。刷一次就可以了，系统就会抽，就会抽到了，不用重复刷。这一支我觉得，如果说你有玩上古诸神，你对上古诸神有爱。再刷吧，不然我是觉得这只效益还好。还有，我看一下抽奖时间剩多久。抽奖时间，哎、欸，抽奖时间我看一下，2分37秒，2分37秒。刷一次就可以了，不用刷重复，不会几率比较高。这就是它跟 YT 的不同的地方吼。YT 的话可能就是一直刷，一直刷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一次就好了。过了吗？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再来哈，王一的话，开幕天使哦，不是幕天使，水天使这一队的话全神，所以不会被重置，直接开这个，然后开神光拳加这个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第一场阿克亚有开那个他的第一招吗？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开啊？开一下好了，好这样。光柱有点多、啊，
可以，可以。王二不要削木哈，不要削木。我们这个版面不错哎、欸，我们把它转成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火猪排进去，然后开特哥排猪，然后木猪就不要理他，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龙科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觉得我刚刚排的没有很好，这边只能靠分数拉上去了，我要使出毕生所学的，各位观众，是不是很刺激？44781分。哎、欸，聊天室有没有人理我？临时通关八鬼，刚刚好。好，恭喜这个20位中买卡的哈，一人150点了、啊，总共3000点。好，八鬼八鬼，那记得开启你的，记得下载 No Life A P P， 然后看你的信箱哦。过两天，这两天内会有人私讯序号给你。OK， 临时通关，阿克亚全神成就，哎、欸，爽！哦，这个账号还没解。